成这一片，透露一个讯息是什么？水源在这里，水常常在这里。各位，如果水常常在这里，表示哪里来的？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。上面汇集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那里没有，那里没有，就是这里嘛。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水路的必经之路，所以当下大雨的时候，一定往这里冲下来，就是它必然的现象。那常常下小雨，它就积水，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形成一个聚落了。那这个群落越来越大，表示这里的水越来越多。那也就是说，下很大雨的时候，它撑不住的时候，只有一种现象，全部往这里冲下去。第一个手汤提供就他们家。那最近。